现在刚下课，然后要把垫子清洁一下，收一收，然后就要回家了。Happy New Year! Happy Merry Christmas!现在刚练完，然后觉得这动作，这个运动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手超抖。我的教练说，一般男生应该至少可以从10公斤的哑铃开始。我一开始是5公斤，现在是7.5，超级想死，非常的累。但为了要瘦身，加油！